その灰の騎士がいたら就像克洛说的他驾驶那台机器三年貴族派でも革新派でもない所以我只要花一段时间说不定也可以拿得获得一些要领对第三势力的存在必ずやその流れを変える風となってくれるだろうああダメだ生身で叶う相手じゃないみんなこそ逃げてくる満身創痍お前に微微的签字还是可以做到的吧そうそう僕たちに任せときなってイリアム私たちもこの場を切り抜けたら教官たちと合流しますからセリーヌ、リーンさんもお願い破壊气氛型的队长建议脱离战斗区什么这个声音是指什么意思还有印象吗哇塞而且这猫咪居然可以下达指令所以问号这很神秘猫咪可以进来而且还可以在这里啊亚历莎傻瓜大家别骂笨蛋不哦这个真的很烦克洛他无法控制住手凭什么猫咪的决定是优先的虽然这决定确实是最正确的但我家接下来就是大家被打落花流水学员被占领散二可能就是主角从外面开始他的故事啊我的天好死笨蛋太过分了连发生什么事情都这是招呼吧哎呦与其说是空轨 SC 在线不如说比较像是灵鬼那时候那个主角被抓走的时候啊是谁破坏了结局女神或者是刚刚的 Murbus Murbus 队长天哪啊所以才想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猫咪应该会告诉我们关于台机器更多更多的事情以及我们的宿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杰瑟所说的幻念计划在空轨的时候一直不了解这个字的名字字词的意思然后在灵轨闭轨的时候我们都以为那个幻就是指壁纸大叔的幻之至宝也可以说是灵之至宝对但是那时候才说那只是第一章现在是第二乐章然后李恩那时候说他的焰的烙他的身体是烙印的那个焰之痕嗯对然后所以才让我觉得幻焰的计划莫非是让李恩有关或者是这些神兵有关对啊反正已经买了早就一出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对啊那什么时候会玩会再稍等一阵子好哦、嗯、要睡觉的晚安要睡觉的晚安哦嗯有人说很好以幻来引出焰这也是我这样觉得的嗯
对啊，幻之至宝已经毁了。改伤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会相信大家一定没事的。对啊，与其说是感伤，不如说是更大的觉悟，知道自己一定要变得更强，然后回来拯救大家。这不是永别，这只是短暂的分离啊！哎，修炼自己啊！有人说闪一加闪二只是空鬼 FC， 哪尼？代表闪一加闪二的剧情其实还没有终结，可恶，大笨蛋，笨蛋学长。好奇的是四大名门，怎么跟他们牵线起来又跟紫色，所以好难想，因为还犹记得那时候紫色的我们的小丑跟我们的铁血宰相是有挂钩的。对啊，那时候杰士有做 给他做协力者，甚至那时候我还一丝丝的以为说不定宰相也可能是在杰士里面的重要地位，但现在看来一切都不是，杰士只是要做他自己们想要做的事情，那时候会帮助他们也只是为了他的计划，那这时候帮助另一方也只是为了幻焰计划。哇，你错过这首歌超好听的、啊，失去了台中真正的心意。好，秋风玩到第三章，那还蛮快的啊。希望，当然还是希望反而可以把剧情至少幻焰计划可以明朗化吧，不然这个真的掐了好久，从灵鬼避鬼到现在，也至少希望可以了解结社的更核心的目的。会有一个片尾的故事，回到万剑中，一朵花，什么花？就这样？不行，我们还要期待春晚应该有什么吧？有什么吧？有什么吧？有之后那订阅的详细的都还会再讲。对啊，这几天没有弄而已。刚毅之荣冠，对，应该是 hard 模式过关的。返回标题画面，就这样。哎，很没有那个一个，来。
好啦，看来他这个最后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三桂，我们从暑假七月份开始，一路一路玩到现在，玩到十一月八九十十一，将近玩了四个月啦，终于把它给总结了。对，那《闪之轨迹二》我已经购买了，至于实况的部分，之后应该会再去弄。那实况的方式也会像现在，应该会有比较多的落差啦，就不会是全人物聊天。对，我可能会私下聊天，然后实况的过程就是会比较快速的带，不然会太花时间了。对啊，那闪二也可能不会这么的频繁的去实况，因为会有一点辛苦。嗯哼，闪二的 OP 大家要等闪二的实况的时候才开始啊，怎么可能会现在那么开始呢？那么感谢大家，闪鬼迷一路跟随我到现在，鬼迹迷都是啊，尖叫啊！这不是终结，这只是开始。我们的故事这才开始呢。啊，还记得那时候买闪二的时候封面，那时候人家说被捏，可是因为都不懂企业，我不知道。那时候封面其实就有黎恩跟那台机器，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就只是很帅气的感觉而已。怎么可能很帅气的感觉？就很霸气啊，就是一个背景啊，他感觉就是一个背景啊。那时候克洛也有，然后我觉得好像只是克洛曾经经历过某些战场，也是很厉害的人物，但没想到是这个样子。我天哪！太热了啦，这个真的。对啊，跌破眼镜。果然最后剧情真的是蛮峰回路转的啦。那就期待闪二的剧情咯，也感谢今天大家陪我到这么晚，也感谢各位一路的追随闪之轨迹到现在，我们之后再见啦，大家晚安咯，晚安，拜拜，晚安晚安，早点休息啦，辛苦了，拜拜拜。